会是你做的？干嘛？想打架？老王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谁？追！啊！哎，坏弟子！看住身体！是，看好了！是。那个身影怎么那么像薛姑娘？怎么样，人呢？跑了。你有看清楚长什么样子吗？没有。这不就是要上山找山妖那群人吗？好像是的，但是看样子他们似乎不太对劲。果然没有猜错，他们真的是被人用金针控制了神智。哎，住手！不要伤害他们，他们被人控制住了，没有意识的。师妹，师妹，